材料清单，鸡蛋两个，油质量，水质量，肉馅500克，现成饺子皮250克，枸杞质量，芝麻少许，取四片饺子皮依次排好，饺子皮中间放上肉馅，对折，卷起来，卷好后就是美美烧玫瑰花饺子了。锅中热油，把好饺子略煎一下，然后倒入半碗清水，盖上盖子，中小火焖至水干。两个鸡蛋打散重口的，可放少许盐一起打均，倒入蛋液，盖盖子，中小火焖至蛋液凝固翻过即可。枸杞剪碎，撒上枸杞和芝麻装饰，好吃好看又简单的情人节玫瑰花爆蛋煎饺子就完成了哈。小贴士，重口味的油友可在蛋液上加盐，此张饺子皮是最好的，太多卷出来的花会太厚不好看。